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ust Voice Studio 的 Cola Chan。首先我很多謝一直支持我的客人先啦。如果不是他們的話，我都不可能會得到這個獎先啦。咁其次就是多謝一直幫我的員工啦。咁冇佢哋都會冇我嘅，多謝你哋先。喺2015年，我都會主力係 Overseas 嘅 Branding 同埋香港 Big Day 啦。咁 Overseas 方面，我都會集中喺歐洲，同埋會開拓啲新嘅景點，例如澳洲嘅塔斯馬尼亞、Melbourne 呢啲，我都會去做嘅。首先就因為其實都係當初我朋友結婚啦，咁就揾我幫手影下啲 snapshot 啊嘅花絮嘅相片先啦。咁當初係完全係唔識嘅，咁自己都可以試下做下啦。咁影完之後，咁發覺幾開心喎啲相片，同埋我份人都比較係樂觀啲啦，開心啲嘅。咁其實都發覺呢行都幾啱我自己，咁所以咪自己嘗試下入行去做婚禮攝影師呢一 part 咯。